那还练个屁呀！别搞了，这把输了。哎，跑了！现在也太怂了吧！用转点就很明显失误了，因为直接往那个墓地转，他就不会死。哎呦，想弹一个汽油刀，被发现了，溜了溜了溜了。直接套鸟救了。这人是真不怕被震慑。行，你别动，我给你打个赞。好了，再见。那只狗起来了，用兵加钻，法力补兵。摸人了，摸人了，溜了。那为什么打这种局，我感觉黑妹呢？黑妹在这儿偷偷摸摸去了，过半了。地上躺着吧，拉锯捡垃圾。打五排这拉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一到排位就个人问题满天飞，头都大了。可能这就是命吧。
可以，修完了。哎，这个人运气有点差呀，地窖都不在这儿，弹不过去。我想的是为什么我们舞台现在可以亮的，结果后门了，然后游戏他带到后门，他没拉我，他拉包子了。他那包子刚才没听到我说，我说人家他不定。我得把人皇补开才有机会，补不开就没了，就是没了。那人皇修多少了？人皇补十秒，还有十秒。十秒够了，包子的目的啊，那个也差。我那个也差十秒钟。不干扰你修炼还有机会，干扰你修炼。对啊，不干扰我修炼就赢了。他死墓地，他如果挂的话，我直接就是把他去，直接去救了。他肯定会死守这两级，就算我往墓地走，知道吧？他也会守这两级，知道。好像上一把拉锯没什么问题，看这把哪里出问题吧。大王看看，感觉像结实。这个弹射结实，什么情况？怎么空刀了？看还有没有垃圾捡，屋子里面有个电器，但应该没时间捡，又不应该过来了。丢两台，还有佣兵的遗产，杰斯的遗产。佣兵倒了，杰斯二挂。佣兵起来补电击，先知磁铁，其中一个人过来救人，应该是人皇这台，先知救，跑了，应该是卖掉了，
你都不打人救了，救了没用，找一下佣兵。他应该没什么磁铁了呀，幽冥后遗症又加了一层，限制在小木屋，那我不拉锯了。边挂边抓，边抓有加速。爸爸，你砌了个啥图啊？时间了。球头。什么东西？就是。特别特别的导弹头吧，啊，我也想捡那样的。对啊，贼舒服啊，夏天好舒服的呀。我也想捡那种。马上就把打完，是不打是吧？啊，我要去捡头发。叫个队友来。你谁捡出来？你队友是谁？我也想捡那种特别特别的，啊，看起来非常精神。哎，你队友是谁？什么？那我想。你队友是谁？我说叫个队友来。说出来没可能不信，皮皮在对面。来来来，玩玩。捡啥兄弟捡？最后留个 GR。快乐一下，快乐一下，来来来，都快乐阵容上去了。什么快乐阵容啊？一样的呀，六鬼打呀，什么快乐阵容？对面皮皮。蜘蛛目前不会玩了，只不打极客小丑了，没办法呀，太菜了。天之三连，看看飞机是谁。被追的人跑了，前锋一个，应该不止啊。那废墟的人应该就是前锋了，没有其他人。好像莫名其妙的就抓到结石。下一个不认他就死了。好，免插刀，这是先知吗？
叫鸟叫的挺爽。结石废了。大半个球屋，没球了，他不会再来了，给了他一刀，老实了。铁石会来救，你看那个炸炸一直在炸的，应该就是的。卖了，有石墨袋的声音。误区还在他身上，还有球，怎么这么多球啊？怎么百分百被障碍物挡住？秀！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，误认百分百被障碍物挡，从来都不会再穿过去。你们橄榄球大队呀，又有球，
哎呦，九华。还被厄运了。等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没有用，剑士是最慢的，其次是调枪，最快的是前锋，没有用。真怂了呢。我没有给调枪了。文明就死了，我以为还有文明，刚才那波不少三星。来呀，叔叔。剑士怎么跑这里呢？他放娃娃了，我没看见，看见了。有隐身还不好抓吗？怎么这么多剑士？其实应该都废掉了。天之机械
可以。人还没交。还被震慑了。鸟交了吗？鸟没交呀。乌鸦飞了，他往小木屋跑了。戒尸死之前，太大的角落，哦吼，让他跑了。怎么搞吗？完了，艾丽也没四杀，那就没了呀。火瓶都跑不了了，闪现，哎，可以，毛弟，相信你，坚持不了的，没鸟了，一刀，地窖在哪？人皇，我就没看到，我直接看不见，给劈过来一下子，然后就从左侧绕过来，然后翻船。打死了！哎，我为什么还有自摸啊？我还有自摸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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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地窖在我这儿，我靠！胖子怎么流的这么慢？哎呀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吃饭怎么忘记狗这个人呢？怎么忘记佣兵？开局佣兵，开局前锋，误认空刀。传送娃娃，过板弹刀。真的是什么都让我碰上了。
这个洞到底要不要打呢？打了污染没了，不打呢能赚点，打了吧。只能假装自己有污染。看了这个祭司之后自摸起来了，何必。摸你也是。我把球起来了，真的就给他秀起来了。撞脸警告，佣兵好像还有怀表，挂死救现在咋办？小妹走了啊！我急，胖子，我这门开了，有没有想法？没想法。我急，我去吃饭了。啊，我看一下我天赋，我没电开爬，我感觉滑出去了。完了，表面吃饭，实则跳车。找到你，找到你，找到你。去吧，我给你们联系人，好吧？上丁，我也想吃饭了。时辰在哪里呀、啊？时辰在哪里？没事了吗？那我们认真一点。他们十三连胜了，我们要祝他们连败。我在打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蜘蛛在摸。OK。来我这，来我这。十三连胜的话，我好歹了。OK， 我这。你在哪里？看我信号，发信号了。T 台。你快往那边走。去工厂了我帮你补一个机子好了，别补回来了，
你在这里。不追我，不追我，不追我。风窗移动，加传送。追我啊！我儿子没放啊！TT快走就，TT快走就。放着样样提前说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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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找到他人了。哦，在这呢。我快拉距离，不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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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月亮门走了。不对不对，进大堂了进大堂了。要传送要传送，小心。亮亮提前说，我去大房。哇，给我一个两，给我一个两。哎，他咋不中？哎呀！你别激动嘛，给自己干嘛嘛？这个起到吓他的作用。我用。我秀完了，我秀完了，秀完了，秀完了，帮忙去了。我这里也秀完了，我去月亮门去了。我去撞人了。杀了我二级，去寂寞好了。摸好自己吧。你买儿子了？我都哦。你在哪里的？我心痛。哎，你来大房了，你要来大房。我来大房了，我来大房补电机。是补自己的，刚才。你们去补，你们去补电机过来，电机过来，我要吃刀了啊！大概要吃刀了，看看你家过来。你别吃。猫子帮我给只鸟就好了呀。猫子啊，鸟啊。给只鸟干嘛？我不撞啊，谁上树了我就直接开强球秒救了。不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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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追了啊！闪我了，我这台机修一半。Okay, 我领走。我领走。哎，你去补，哎，你去补，月亮门右边。我在补，我在补，等一会儿。这台我过来了，你去补月亮门右边，你帮猫子弄一波。月亮门右边。这个图这么耿直的吗？这么远？月亮门右边，你走错方向了，走错方向了，往你的左边跑。哦，那个地方。那是小门。太远了。TT 等一下，这台机修完了之后，你再去小门再修它。小门没机了。快去月亮门补我的机。哎，你补第一手，我可以救第一波，我救第一波，我一波。那行，那我第二波去。对，因为的话，我现在修机修不动了。对啊。TT 的儿子能贴小门吗？没有。你要贴什么嘛？儿子，我现在收，先收好这台机。他妈姐没死的时候，我这台七成。哎呦！我这台马上补完了。血压机，你压好，我压不了啊！机器师，我觉得八成。你儿子，你不能用儿子补吗？儿子在工厂里面，还不快点？那我先来。那我再来压了。来就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压好了，压好了。随便来。等一下。点了啊。OK。我一起去大门。没事，你直接跑大门，你直接跑大门。儿子放工厂别动啊！儿子放工厂别动，你直接跑月亮门，月亮门。我还有怀表啊！快，直接走，开门走，快！继续来月亮门。博个四跑呀、啊！我开长球。你的两秒放车就可以四跑了。挂哪？挂哪？挂大房了，挂大房了。他儿子大房，他儿子大房。四跑跑不了。继续过来吧，继续。好啦，回本。给我一点时间嘛，他要传了，阿去了，我开球去了。我 TT 往这边跑，TT 往这边跑，往大房跑。不用往大房，大门去开，去开小门嘛，直接为什么不开门啊？我干嘛要？对啊 ，TT 干嘛要往大房？直接去开门不行吗？大门，我先去大门啊，干嘛要我去小门？哎，你快走。你去，直接去开门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搞？对啊，我去看门好了。对啊，要么要我去跑工厂啊，工厂就给人救下来了。猫子死了呀！快，两层。哎，走位，哎，
走啊，一点。走了，走了。走啊。走。七七可以走吗？七七啊。哎，八成。那怎么样了？三跑，三跑。哦，没看着。别人十三点是吗？来废墟了，看到我了。关键角色不不会呀、啊，这。这个组合。谁在废墟？快走开！别玩了，别玩了。我没看完呀，我走了。你别看我。哎。我去找你去了，找你去了。刚找我喽。燕鸟提前说啊，燕鸟提前说。我这个距离完全不怕他呀，我上去二楼。不怕就行。我收集吧。哎，没有心跳了。全部清掉。三连，你们要记得修啊，这边三连电机。要谁要鸟？不要。胖子。你来医院吗？院啊、燕鸟听你说啊，有个鸟转医院啊。啊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要去。没给。我来不来？小木过马了，应该不是我了。我去，我去。OK。我PC 用不惯啊，所以。我来就不行了。拿给。啊，小木地上师傅要过来。那你赶紧用头修一台，快！我在修，我在修。小木修很多了。要鸟吗？带走，等一下我去废墟。要鸟吗？还不要。帽子修了，去小木补一下帽子。OK， 我救人去了。OK。哇，看一下我吧。看看，先不给，先看一下。啊，小屋人差不多好了，我直接给你就好了。哎呦，大没说。儿子在修安利啊，兄弟，儿子在修安利啊。啊，我现在用 PC 玩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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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年啊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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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直接进医院，快快快快快！直接进医院，医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去石像，笔直跑石像也行。跑医院吧，别跑石像。他已经。三个板子。不对，他要搞我。搞你吗？前锋去吧，小木不要前锋。他在木屋搞我。他在木屋，去不了。TT 玩啊，秀才玩啊，在哪里啊？娃娃在废墟啊，废墟，哎呦，废墟没记了，废墟调到医院去修吧。好。哟呼！二连，走，好，我闪了个鸟，你要鸟跟我说，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，你走。小木，哎，你先去补。我在小木屋，我在小木屋。对，把小木补开了之后再装修。你把医院修开啊，七七，你要把医院修开，然后你横起来，大门右边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来，我们俩互摸一下。我转医院了，小木屋修不了了，撤了。啊？我们都在医院摸呢。你们摸不了啊？那我跳出去。我跳出去，他追我，追我，你们摸。OK OK。来摸你摸你摸你，真的，你用娃娃修，用娃娃修，不用摸，用娃娃修，用娃娃修。哎你，我在大门右边，哎你，没他追我呢，大门右边没用，我可能要去世了，我转医院了，我给你鸟啊，我给你鸟，go， 早说嘛，我带小木屋去了，你别换过来 ，OK， 你用娃娃摸我，然后你手修来。你手修，摸好了之后
和猫子去把孔明抢了。好，我去补小木屋。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传送了。按什么键？按什么键？按什么键？松手！哎呀，哎，什么键？松手来着？哎呦我操！医院修多少？医院修多少？告诉我医院修多少？我慌的压皮。医院六层。你带走吧，浪子，我。那个，哎，你来小木屋，哎你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在打针。哎，我走了，嘿嘿。哇，你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继续补我的耳机，还有的耳机。我先补好医院。我往正山打了，你们补机子，补机子。我打到 T 台下多少？二楼下多少 ？T 层。OK， 你压机吧。哎，你贴门吧，哎，你贴小门。你救吗？我救，我救，我救！等一下，我开个门，我救。你贴小门。压好了吗？压好了。OK。他雾刀没好吧？雾刀还没好。压好了，其实娃娃可以拍到正门，然后手压嘛，是吧？我说亮就亮啊！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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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亮就亮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再跑过去。好，没电了。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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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压好了吗？压好了吗？压好了。别急别急。压好。三二一，亮！哎。小门小门小门，兄弟，小木屋。哎。快小木屋走了。我刚才就耳机突然间没电。嗯。快！到了。别急了。搞起来。撤了撤了撤了，慢了，我帽子慢了。地藏在哪里啊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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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。我们上跑了。哇，他这个局要打一年，约瑟夫加祭司加前锋根本修不动。好了，我去喝杯茶。我们看你表演啊！我觉得他们要我，你起码要给我两杀呀，哥哥。我靠！闪现就这么用啦？你岂不是要打洞进去？哎，这个牌不行了，还有被烫，他没了。拍能拍照就拍照。对啊，找不到照相机，照相机没有，好久没照相机。让他们使劲摸，找机会按下一波。我们去看他的那个直播，都知道他们在。他们肯定会在医院摸的，我感觉他们肯定会。对啊，他们在医院里头摸呢，但是没招啊，那关键是他们各种打洞直接走，根本就不跟你在那待着。去镜像看一下，看他们有没有站一块，站一块，然后突然间现身。直接把一楼摸，他们摸的人直接双挂 VIP 吗？肯定在二楼，对二楼，看他们两个有没有站一块的。有哎，哎这个是谁？哎，不用打镜像啊，出去直接偷一刀啊。这边没人了，他走了已经。这边已经没人了，肯定是在，肯定是，那人去哪里？挂吧，挂了就找最前。挂。快点挂了，快拿。找个地方双，找个机会双挂。我现在就主要是守正门的三连击，你知道吧，主要是。不想他把这三连击开了。可以。你没食堂，你守不住呀。他现在打大洞，那边楼上楼下。楼上的电梯，哎哎，这个人有机会吗？这个人你这样走的话，别人进医院了呀。哎，你刚就怪在屁股被追的呀。左边进去，闭麦机会。洞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首先打一把快乐的 CSGO， 有一万个洞。他们要打一年的，非常久，非常久。真的是一万个洞啊！非常久。基本上这个图他就一直在拿洞走道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用那个什么，他们现在是一直在拿洞在走，而且他摸的非常快。不如来一把快乐的 CSGO。 这边有人，这边的话应该是前锋他们。很头疼，真的很头疼。楼上有在修的，你就找个机会的，直接把他们打。
看看能不能找机会吧。哦哦，这边有两个人，应该是怎么修起来了呀？把前锋也给砍一刀，金主有前锋吗？我没看到啊。那边不是有一个人在那修吗？那个打了呀。打了。只要约瑟夫他没挂上，他只挂了镜像，他没挂那个，那个啥，那个真人是没什么卵用的。哦，闪现空刀，跑得挺快啊。我先打把 CS GO 吧，我边打边等。反正我 CSGO 死的又快，跑哪去了？不如边打边看，岂不是美滋滋，还能混经验？你看我多聪明！哦，一万个洞，真的好烦啊！没有了，很快就没有了，得拖长时间打嘛，三十个洞很快就没有了。反正一会儿就死了，快得很。所以这个大概他只要躲起来就十秒钟直接死了，而且摸得很快。这么说不完的。这边一个在修的，这边快修完了，打洞。快叫吧，先拍叫。哎呀，还有球！双开游戏，好像 CPU 还顶得住。这刀准备打着，会烧。这么近接疼到。哇，真的好卡呀！太小。哎呀，太小嘛，太卡了。我这卡的只有二十几帧，你想想。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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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马关游戏。穿衣借我用一下。哇，这个洞太多了。一打三怎么可能打得过嘛？真的，这洞太多了，全是洞。Oh my god！ 兄弟，简直说对了，这个。这真的打这种组合真的受罪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还是四黑的。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那我感觉闪现小丑的话，我感觉就无敌了哈。真的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闪现小丑厉害了。你死和一个祭司的话，很容易杀掉的。关键是我现在是我不玩屠夫，原因就是我掉帧太厉害了，我小丑拉锯就无限自己撞。开个洞。二楼在摸呢。在里面。外面还有机器，不要推进去，外面进来了。好，两个。啊！难受，什么反应？我的天！切，七号的大宝剑，这我到底打什么的大宝剑？一局，我这一局我跟我打了好几十个了，都感觉。有。我真的打了好几十个洞了。等一下，不容易留一个，别人接个长洞，一个撞，一个长球，哇，没球了。My God！ 好矿洞，我觉得你点强。好了，直接好了，我们下把就三祭司吧。哎，你前锋，我们三祭司。他们在那偷机子了，直接强开了。强开了呀！直接强开了。得过去打鹅。强开是吧？你去镜像他们就亮了。亮呗！我就不信他们能四个人全都爬着进去。
果祭祀的话，确实是可以做到爬得进去。我想偷人。可以留一个前锋。想跑 ？Nice。就挂了吧，椅子。应该去开正门了。就挂祭天了吧，椅子。祭祀了吧，椅子。直接挂正门了。哎呀，这个气球刀！别怀表救了，死跑喽！被救的话，你就要没了。看到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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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挂挂椅子，看到他挂椅子。如果你这前锋被，如果前锋被挂挂椅子啊！不是，我怕他被偷了，你知道吧？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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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偷了，太惨了。不会偷得了了。正门开了。正门开了。啊，好卡呀！把他们逼走，你把你现在要把他们逼走，不逼走的话，他们搏命就救了。没事，你有一刀斩。一刀斩没用啊！你搞这么惨的吗？没时间了，把他们逼走吧。别人搏命二十秒，直接带走了呀。对啊，我们不可以给他一定要留一个，不然平不了这个。我现在就在那待着了，好吧？谁过来谁死。可以去打，可以去打，可以去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先去大门。小心！不是，他现在剩不下来呗，可能绕了一个，你背后可能有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那守着，我有一刀斩，我在那守着就行了，我哪都不用去的。OK， 收拾了，收拾了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不用走了。我有一刀斩的话，就在那守着，哪都不用去。对，就怕被绕，就怕被绕。所以说我只要不走就行了，我只要不走，只要是在凳子这儿，他过来的话就是死。谢谢十号的大宝剑。那我走的话，反而我有点尴尬。我只听见，我们就三击是吧？辛苦你了。我要溜溜球雷啊！恐怖了！我得溜了。这把打完，我撞钉了。对，这把打完真凶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你这突然溜的话，怎么知道钢筋吧？我们要为他报仇呀！要报仇是吗？三个祭司报仇。我不会死的好吗？啊！我躲起来。啊！我在小门，我在那个小门，我直接修了啊。去正三了，去四号了，去四号了。好了，我就。好了，不用看了，我猜肯定是正三了。为什么叫灰熊呀？记住好吗？说什么小丑？加中盔。对啊，是蜘蛛啊。来，你能不能进大战场？我帮你。我先去跳堂里面。要鸟吗？边上走，进来，往你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过来。哎呦。左边，然后呢？算了算了，你溜吧，你溜吧，你溜吧，你溜，你溜，你溜，我这边帮别人帮你守。给你个鸟。哇，你才怎么样？你是站里放刀吗？站左边哪边吗？放多一刀。啊，听不到。风枪。这不是慢吗？反正比较绝，好玩的。过来，我帮你砸门。过来了，过来！快走！我还有个儿子。接我来了。继续正常修。他去哪里？追我，追我！他的废墟，追我！他的废墟，追我！闪现！你快把你的儿子放到正常连去修两台机。闪现了吗？对，闪现了，快！我要没了，我他一波加速我就没了。你在哪 ？OK，、哎、我站旁，我站你旁边，我站你旁边，不虚。哎，小屋地下室，我去小推了。我帮你下板，我帮你下板，你走。落那个板 ，OK。我帮你装一下。装一下，我去摸了。中推小。快了，快乐了，快乐了，快乐了。输输。动了。OK。大脚上有洞。OK。你可以来，我在大墙对面，你可以找我摸。OK OK， 他打你都动了，他把你洞打了。没事，我还有。你们在哪呢？我来找你们。来，走，起来，胖子。快！火枪打里面吗？没闪现，快走，快打，快打，打。OK， 来，摸。把风冲的啊！哎呦，他怎么在教堂里面？给大来中推小推啊！我在收集。摸。走了，封窗的，你要往窗外跑。OK。艾莉，小心点，走啊！哇，你往这边走干嘛？艾莉，我在红地上摸你，艾莉。不行，赶不到。红地上，我看见你了，你不来摸？嗯，出来。
我修大教堂后门墓地。这么多蛛丝，你们也不踩一下？然后哎，你在中间修，你也不顺便帮他踩掉？哎，没有，我残血干的不敢踩，踩的命没了。中途不开了，挂机子这儿了，挂我挂机这儿了。我收好了，刚刚，啊哈！快去再修一台。来，弟弟，救一手，救一手，弟弟。救他！弟弟，快！谁装水啊？好，艾琳不用拉。我不拉，我撞他呀！快救我 ！OK。救我，快走！快走！弟弟，牙子再去修台，弟弟。我在小推啊！不要带过来小推啊！不要去小推，不要干扰电机，不要干扰电机。哎，最后一台在哪？一号还是四号？我在胸部里的，一号。一号来了。艾琳，撞他一手。算了，没了。一号修多少？一号修多少？救我一手。两层。走。Okay. 我帮你把石踩了。哎呦，这里过板。艾琳，等一下，流血球撞救啊，艾琳！撞救之后接糖豆。别被吐了，快走。我留了。哎，他就抓弟弟了，快！摸。来了。球吗？有一半，多一点。OK, 等下装旧，你不能。回来了，艾迪快走。弟弟手修，走，小推。别慌。行，摸起。我给你扛，我给你吐了。好，你满血就行。我接着打，弟弟接着修。细残。他去你那了，弟弟快走，弟弟走。没，就我最后。闪现打我一刀，那艾迪狗一手，我留了，直接撞救啊！艾迪直接撞救，没问题，撞救，我知道他不挂，来，挂，往弟弟那边挂了，我知道，地球到我吗？哎呀，我先走了，啊，地球到我，变态六层。我撞旧了啊！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接下来给我扛刀就行了。我扛了，帽子下来接刀。OK, 我帮你接，看后面。OK, 那接着别动，来，大家一起过去，集体过去，快。OK, 来，到里面。过来干嘛？来，怎么都在这啊？都过来就舒服的。快！摸限制。OK。你不刚刚有个人不该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大家都过来干什么。我先走。先过来。你们既然在这边互摸，我去补那台机。去后门。好。他们先出了啊。都没有机器啊，都是没的。你别儿子了，你儿子。走。有心跳吗？你们？有啊。有。回去你们去补啊，小崔。我去补。我回去，我有搏命的，艾琳。哦，我走了，我溜了。对。你帮我去小崔补机吧，一半。没追你是吧？没追啊。没追。你回来。他回来守机子了吗？对，现在到家了什么？有心跳，我还有心跳目的。没有心跳，立马告诉我。在墓地。OK。那我来修了啊。徒步一走，立马告诉我，因为我不能死。在追艾琳，看前锋啊！追我！在哪里追？小木屋。啊！你先走吧，那就别收了。不能往机子那边带艾琳啊！你修红地毯，那个。没，他挂我了。你修红地毯，红地毯，弟弟。我想弃尸啊，因为刚才。哎呦，这压不了。帽子消失。哎呀，艾琳你怎么？哎呦喂！刚故意接动，就是为了不让远离这台机啊。嗯。我那台机修了好多了呀。徒步有没有守你艾琳？没。哦，守，胖子救我了。别来红塔了。远一点。闪现了，我把他带走了。艾琳走远一点，胖子也走。我把他带墓地去了。是你去哪里？胖子也走，不要挡在那儿，我过来偷。我知道，我没。那台机修了好多了。对，偷机。TD 去救啊 ！TD 去救。可以。告我，你们快补。OK。我小推吧，你们。我去按了，没事。TD 去救。可以。小心传送吧。
没有闪现。闪现。哦，懂了。挂红毯。弟弟可以丢了，谢谢。可以。嗯，你去天门吧。别被震死了。他要突死我呀，但是。就往大一点。就。找个窗户，找个板，等他吐死你。你别说踢那个。对对对，你们俩拉开，没有，他要吐死我。找个地方，找个板子，找个窗。你说亮，我就亮啊。亮。OK。没了。后门快走，小门再开，小门再开，第一时间开，来，小门，快。快。谢谢小门，谢谢。我在了。开一半。能走。好，挂到这边了，我能摇下来了。OK， 地窖在哪？没有，他能走了没？有洞。溜了。溜个鬼！还有洞，小木那边洞。我吸个鸟。滚！要留人。走地窖。地窖在哪？四号机，那么远，走个锤子！你赌一手。你还有多少球啊？一丢丢。那估计悬了。怎么这么多屎啊？这里。对。放个反加速。没有加速。没有。可以。可以，直线走，有机会，有搞头。可以了。哎呦，还跳进去了！哎呦！服了，牛逼！可以。我猜到地下在四号机，我去都没去过。我只知道墓地没地下。这是胖子的，总是这样的。一贯不知道地下在哪，每次都说假报。帮你们给个信息好吧，我再怎么说，告诉你们地下在哪里，哎。